All right, now the camera will pull back, and Bruce, show us some kung fu movements. This is a crane form. Start off. Hey! The tiger that start like a tiger. Use him claw to claw the face, or the beak of the crane to the eyes move. 不过呢，这个播出的档期呀、啊，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往后推，跟观众见面那都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。Let's roll, Kato.那除了这个戏，李小龙在好莱坞还拍点啥呢？没有了，顶多就是在一两部戏里边客串一把，别的没了。因为李小龙啊，想借助电影推广中国功夫，坚决不接那些抹黑华人形象的角色。说实话，当时好莱坞啊，那个大背景，他可选择的角色其实并不多啊。后来，香港的嘉禾电影的老板邹文怀，他就跟李小龙说：“说这你赶紧回来吧，是吧？现在咱们这边电影发展的老好了，这一回两回总这么说，哎，还真就把李小龙给叫回来了。拍的头一部戏就是《唐山大兄》。是我们自己人的误会，用不着你们来帮手的。如果你们要打，就跟我打。打不敢打啊！打！电影能火呀，那真是多亏李小龙了。当时香港流行功夫片，演员呢都是从这个戏曲行里边找一些个身手不错的一些武生演打戏，哎呀，各种很花哨的这种武打套路。但李小龙这时候就跟导演提出来了，说这个打斗啊，你们这里边编排的太复杂，实际哪有这么打架的，是吧？花里胡哨的不实用，咱们得贴近生活，拳拳到肉，那观众看着才真实，有代入感，看着过瘾。大伙儿一听是这理儿啊，就按照李小龙这个提议重新设计了这个打斗的场面。突然间在拍摄过程当中闹出来一件事儿，让这电影呢还没上映就